二三四天，哦，原来只有隔三天而已，但对我来说感觉很久。今天要亲亲卢卡吗？最近很累吗？今天还好啦，啊，今天有点累。西耶晚安，悄悄哥晚安。哎，跟谢谢说，失业潮隔三天超久的，对呀、啊，啊，刘海变长了。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哒哒，耶！其实一点都不耶啦，我受伤了。哎呀，怎么变成这样呢？那天去受繁问好玩吗？还不错，还不错。那天早上有繁问，然后晚上就有培训，然后在公司等了五六个小时的样子。美丽兄晚安。谁害你受伤？我自己滑倒，不是排戏受伤，就是呢，我今天出去买午餐回来的时候，我手上右手跟左手，我右手跟左手都拿东西，然后我穿拖鞋，对，然后有个地方刚好是，好像刚好有冷气管，然后那边漏水，所以地板湿湿的，然后我不小心踩到那边，然后就直接滑倒，然后从左膝盖下去，对。还好我穿很长的裙子，所以我的伤口没有碰到地板，对，但是我的皮就直接啪，这样往外翻，嗯，然后流了超多血。谢阳晚安，小雨晚安，郭迪晚安，你是往前的，没有，好像是。往前倒，这样，这样跌倒，对，往下倒，哎呀，超痛的！请问有监视器画面？应该没有。我第一次那么大声骂台湾的脏话，真的太痛了！我要去把楼梯扯了，骨头有受伤？没有，骨头应该没有。有很严重，我一开始觉得还好，对，然后就一到家去浴室，然后用水冲一冲，然后生理食盐水消毒，然后药膏都涂了，然后就是贴了咖啡色的 OK 绷，对，但我发现十分钟后呢，那个 OK 绷整个都变成红色，然后奇怪，我的血为什么还不停？对，然后我就换了透明的，对。但我发现过了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就是发现每二十分钟，那个血就是越来越大。对，我先去整那台冷气，等等回来。原来是 ending pose。整冷气哈，对，我不知道我。我这台冷气最近开始漏水了，不知道为什么。附近有人看到吗？后面有一个男生，但我就直接回去。谁骂脏话？我啊，我骂脏话，因为真的太痛。さらに台湾ネイティブになったのか。そうです。有去看医生，后来去看就觉得。好像不太 OK， 对，就是通常好像血不停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应该要去看医生，因为伤口有点深，对，伤口没有很大，差不多这样，但是有点深，有深度，对。谢谢送会员票，谢谢送守护灵，伤到血管吧，有可能，多久才停？后来去医生，然后先打那个麻醉的针，然后缝起来，然后变成这样，然后之后开始我就不知道后面有没有流，对。
冷气专家，该换了，其实该修了。今天是骂台湾的脏话，对啊，一句话的那个。那男生没有接受你太，男生在我很后面，而且在我家门口，哎，我家社区门口，真的快要到家的时候，哎，一定是碰见害的。5块钱那么大，没那么大，1块钱。还好像还好，要好好照顾，不然会留疤。他医生说一定会留。现在还会痛，刚回到家，好像就是有感觉到麻醉有在退，然后就开始很痛。后来吃药就觉得还好，对，至少可以忍耐。影响到乐句练习吗？就这几天可能不能，那个跪着，对。不能有跪着的动作，真到底，那感觉很深。还好他没去扶你，吃过完啊，晚餐吃了自己做。还好这阵子不用跳舞。对，医生有建议热敷或冰敷吗？通常这时候绝对不能热敷，但是他也没有特别跟我说要冰敷。对，不能动作太大，还要吃药才不痛心疼。可以吃一些胶原蛋白的东西，好，没问题。我去拿饮料，等我一下。啊，反正今天走路就很痛，超痛。晚安大家，谢谢陆克的红包。虽然伤口很痛，但我听到你受伤心比较痛。对呀、啊，再也不会多一包。Nice 恭喜，晚安想你也心疼你，心痛你干鬼那点的。看到红包，感觉移动速度变快了一点。突然玩这是什么梗？也没有，突然想玩。可是应该不能拿，应该是拿那个包包之类的。你现在不能动，不能，他不能动，他不能动。现在怎么做？看吗？哈！啊，好重，好难弄，这样。哎，不行，要怎么固定？固定在这边。啊，不行了，好难的。谢谢，原来是小红包多一包，没的，可以一直动吗？对，好好休息啊，对。我前几天看到一个韩国的超强哦，对，韩国人对这种舞蹈真的有很多厉害的，还是做的休息会。如果会下楼梯吗？我们家有电梯，没问题的。但是今天从诊所回家是搭计程车，对，原本走路就可以到的地方，医生说不要，你不要走路。不然真的会流血。我发现忘记改名了，其实我担心你呢。甜甜圈已经破防两个人了，怎么了？你也中奖了吗？东西我帮你拿就好，拿两个。记得不要吃花生跟香蕉，好哦。福汉跟冠宇，他是说假装下楼梯的动作。博汉算吗？博汉是甜甜圈的摄影师。我是说，哦，呵呵，不会不会，博汉早就确诊了啊！他上次握手会就确诊了。博汉不是说，博汉不是说他不是甜甜圈，不可能，他就是甜甜圈。对啊，干两条。我讲脏话嘞，
我们的观测就是吧，搞不好他再中一次甜甜圈观测天选之人。不是，我只是念粉丝的留言而已，不是，这不是我讲的。我只有受伤的时候，我就是滑倒的那时候才会讲这个。搞不好他会再中一次，天选之人。大家不要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对，然后你就会，对，你以为你是天选之人，下一个确诊就是你。精华什么精华不行？希望地板干没事，膝盖看起来很痛，对呀、啊，声音会坏，没关系，你念起来很好听。我现在只有一直咳嗽，哦，对、啊，会咳嗽，你可能会咳一个。一两个月，卢卡跌倒的时候会用日文还是中文？中文。没有喉咙痛，应该也算是天选之人。我也觉得中奖只是迟早的事。对呀、啊，大家真的小心。咳到打字都变慢了，小心哦。看其他成员说天选之人两条，说我很健康，还是两条？我要在保险过期前提早拿到抗体。对呀、啊，我喝什么芦荟蓝莓醋的样子，嗯，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饮料。没想到我连确诊都这么非洲，我到时候烧到头很晕。谁要拿无敌星星？这礼拜可以来找我。没人敢。好喝吗？还不错，我蛮喜欢喝酸的。好特别的口味。对啊，这样一杯七十多，有够贵。还是60多，忘记了。晚餐吃什么呢？日式省金饭。炊き込みご飯の中国語がわかりません。我今天晚餐吃炊き込みご飯跟味噌汤，还有一些青菜、鸡蛋这样。你没有拍跟定维哥一样那种宣传？应该有吧，就是之前拍影片的时候顺便应该有拍照片，对，哦，有啦，有拍照片，有，就是那张也是新闻的那张，也是那时候拍的。谢谢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火火火。炊き込みご飯没听懂，还没轮到，可能等官方轮流播。炊き込みご飯我不知道哎、欸，等一下，火火火是谁呢？我感觉一定有吧，我有刷到定位哥的广告哦。对，最近鱼感金融广告真的有点多，新闻那张超美。嗯哼，我其实是说广告影片。哦，新闻啊，广告影片的话我没有特别讲话。采访有什么有趣的事吗？你说什么时候的采访？谢谢送我告白气球，谢谢火火火。有独白的那种？没有，那就没有拍。那是强哥、哦，强哥怎么看起来？啊、谢谢强哥的啾啾你，怎么看起来用小站一样的那种名字？最近好多一直刷到，对呀、啊。
鱼竿比什么多？看到官方照片，干爹联系感觉很近。听说日文那篇采访哦，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讲话而已。对，就是先知道要讲什么，然后我们要先想，然后把中文内容要先给公司看，然后公司说 OK， 我们才跟他们用日文讲。对，我们用中文想超久哎，因为讲日文比较顺，然后还要想中文，嗯。会让卢卡怕怕，不知道谁是强哥。我今天是陆克，那个应该是强哥。蓝盒子第一排跟我们一样近，我也不知道耶，因为我在中东偷偷上网。我觉得卢卡讲话技巧很棒，没有啦，没有，有方谈大纲的那种，对，还要用中文哦，就是要先跟公司。确认一下要讲什么，就我们也不能乱讲话。避开自己说出二十六的词，他们可能没有用而已。对，就是我们讲话，他们有录音跟打字，然后最后就觉得如果我有讲毛病，不是治病吗？那个叫什么？就是觉得他们觉得哦，这边刘家讲的这边感觉没有很重要，然后就 cut。或是修改一下比较好听的日文，这样谢谢什么戳戳你。我发现我蓝盒子都是第一排，蓝盒子是台北吗？还是高雄？卢卡怎么话比较少，其他人讲比较多，就是他们用的比较多。我们一开始讲话内容其实不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其实讲话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对，原来公司要先审核，对啊。但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公司说到时候要这样哦，然后要写一下草稿，然后我们都中文打。可是我们在想，不是用日文回答吗？这样，所以我就问公司，希望这个要打完整一点的，还是讲写大概就好？对。然后公司说，你要讲的东西，你要用日文讲的东西，一定要这边写，因为。公司要先看一下内容，这样对，好啦，反正就是他们问的东西，我们都事先知道，我们有事先准备一下，到底要讲什么，然后讲话的顺序也大概，对，也大概决定，我都是最后一个讲的，对，也是毕竟最近太多人乱讲话的，对，语病，没错，我不是混血。蓝盒子是台北，所以有的你讲的没有在文章里吗？对，像是你这次六单我没进的事情就他们就没有用，对他们可能觉得这我讲这个好像没有很重要。公司的人看不懂日文，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懂，对，所以你有讲什么被删掉的吗？我其实也忘记我到底讲了什么，对，因为那时候都是用聊天的方式，对。Google 翻译真的很烂，什么日本第一中文啊？我记得他跟我说，他问我，那你们觉得 TP 的魅力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开玩笑的说，哦，那我觉得 TP 的魅力就是有我，我。我的存在就是 TP 的魅力，对，就是开玩笑而已。对，太感伤了，被卡掉，还好啦。出勤ならないでいいこと言えるじゃん。这段怎么没留下？没有，我一开始讲了之后，就突然他就说：“哦，没有，不好意思，这是开玩笑。”然后后面就讲一下比较重要的那个。真正的答案，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受访者，那时候记者也说，哦，好，我帮你用很大很大的粗字留这句，就是因为有我啊。你说的魅力就是两个前辈就，不对，我以为两个前辈就翻白眼或是
帮我吐槽，结果他们说哦这样，所以我越来越害羞。对，这时候应该可以吐槽我说你讲什么，我帮你加四个because of you。 他们想害你吧。可能好像采访就差不多这样。对，因为记者也是日本人，所以他也问我，问我们，他也要跟我们用日文聊天。后辈很有自信，我觉得这样很好。没录影，没有录音而已，而且他们用的不是我们，没有录影。好不要脸的正确。对啊，可是那个我后来发现那个新闻感觉就是蛮不是那种搞笑的那种，就是比较震惊一点的。对，所以不要没有用我讲的那句话，应该是超级正常的。可惜没有翻盘的影片，对，大家这个就不用期待了。录音也可以。不用啦。少し仲良くなれた？どうかな？果然卢卡还是适合搞笑的，但是震惊的新闻。晚安，好久不见，小玉晚安。新闻超震惊的，我以为我在看论文。你们看得懂吗？记者感觉也调查过你们的事情。没有，是公司，应该是公司事先提供一些资料，就是说刘佳做过这种事情，然后马友当过 center， 然后美玲是第一次竞选吧，应该是公司跟他们讲的。嗯，笑什么？应该问题。如果要翻译一下吗？ Google 翻译的力量。那你们都怎么，你们都 Google 翻译吗？大概看得懂意思，但有一些词翻得怪怪的。顺便请你吃，没有，那天我有，因为我也回不了家，所以而且那天培训不是 Daisy 的，那天是 Bill Flower 组的彩排的样子，然后那时候嗡嗡帮我，我好像是嗡嗡有工作，然后他不能到，然后他叫我代位，对，对呀、啊。我原本早上结束工作结束就可以直接回家，但不行，我在公司等了5-6个小时。然后就是，其实帮别人代位，我也如果不是同一个位置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跳，所以我就当嗡嗡的时候就不知道跳，所以就只能这样。噔噔噔噔，我跟嗡嗡的动作完全不一样。杰哥也是公司讲的吗？对啊，原本公司好像提供那个杰哥的影片的那个 YouTube 网站，但是因为后来有音乐剧，所以那边好像被改掉音乐剧的东西。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音乐剧还没公开，所以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讲。对，但是后来发现，就是他们把音乐剧的事情也帮我写上来。对，所以我真的很惊讶，也很开心。我自己翻译的 ，Google 翻译的啊，中翻日好像真的不太 OK。对，如果这样会好多位置吗？嗯，看动作，这样就可以，就是帮他们站位置，就是啊，我这边有嗡嗡哦，然后。跳汪汪，然后等一下会这样移动，至少让其他人知道副歌大概的位置啊。对，你当汪汪的时候就汪汪汪汪汪汪，这样很有气，很可爱。谢谢当人哦。
如果这样就可以随便一位 staff 帮忙也可以，不行啊，还是尽量是尽量是成员，不能这样让 staff 姐姐辛苦。有的时候应该就只要人站个人，让其他人好踩站位。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对，因为 reset 东西其实其他人都知道怎么跳嘛。对，而且选那张照片好看。哎，对，那张照片我第一次看到，我超级开心。而且从侧边拍，我的高马尾都可以看到。日翻中也超恐怖，对。只是帮他站位而已，对，所以你在那个位置就卖萌嘛，就不知道怎么跳啊，就其他人就这样，然后这样这样，然后我不知道要先右边还是先左边，然后就，超丢脸的。当做公司吹免费的冷气，对，而且那段期间真的超忙，练驴赛的东西，然后四周年的东西要练，然后就超级搞混，毕业公演的东西要练，哇。对，那礼拜超级忙。你自己也第一次看，对，谢谢大家，好欢的感觉。结果四周年，对呀、啊，花我时间，花我那时候的时间，可恶。对，希望到时候他们没有说延期到几什么时候，对不对？因为我连我都不知道，四周年没了。仔细赞美，我一定是没有看到四周年，录咖啡不足才确诊。你之后要再花一样的时间练习。你今天买饮料，对呀、啊，谢谢卡尼桑送我自由包包。你不知道不代表粉丝不知道。对啊。之后应该可以练快一点了。谢谢吐司送我自由包包。我是食べたくなった。そうそうそう。寿司食べたい。お寿司食べたい。全然食べてない。もう回るやつで全然いいから食べたい。谢谢 Cody 的一封信。谢谢 Luke 的行李箱。下次见面要等到音乐剧，有可能哦。嗯，我也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哦。嗯，好想你，要很久才能见面，怎么办呢？对呀、啊，说不定有十月公演呢。哦，也对，说不定，但我也不知道。对，中间没事吗？还是有培训呢？啊，可是 TP 的培训就没有很多，几乎都是音乐剧的。哎，剩一个多月了，真的有点可怕。十月不是一堆。高雄活动哦，是哦，不管我的事情，对，应该都是选拔组吧，对。卢卡脚这样，十月能表演吗？十月初的话可能不行，十月中说不定可以。握手会只开两部，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家卢卡？没事，至少不是只有一部，对，两部的话应该不会发生夜袭啦。而且，哎，已经公开了，对不对？而且我的握手会好像是第一天的第一步，要早起耶！好期待音乐剧。但卢卡，谢谢樱桃猫。卢卡能参加十月公演吗？应该不行耶，要跟公司讨论一下。但是我自己觉得应该是不行，嗯，因为我十一月绝对不行，嗯。然后我们十月练，如果十月有的话，他们肯定要，就是该怎么讲呢？嗯，我怕他们十月学新的位置，然后十一月又学新的位置，嗯，应该直接让他们学没有我的位置比较好。嗯，昨天晚安，第一天又要好起床，卢卡都要我们当早起鸟，怕你要确定，对呀、啊，刚刚公开，只有两部，看不起雷军是吧？雷军，你有预购很多吗？谢谢吐司的许愿瓶，第一天就
哎，两部我也不知道。谢谢小雨送自由包包，而且这次不是涨价了吗？感觉大家买的数量应该没有比上次多，对，应该是整体下来应该没有比上次多。希望大家留一点点给萌新王。哎哎，这次还有思雅哎，土司应该很开心吧？第一部好早哦，对呀。夜色茫茫，夕阳无光，自由。不过这样粉丝第一个问的就是你了哦，对耶，我该开心吗？第一部会脸比较臭吗？我怕我比较没有精神哎，就是脑袋可能转不过来这样，好可怕。希望前一天没有什么培训或是练习。上次好像握手会前一天有事情，好像是彩排还是什么。最早期，然后大家帮你加步在第六步，这样你第一天从早到晚。希望不要，要上班也真是，对呀、啊，有些人早上要上班。第一步卢卡可能还没有睡饱，上次就是这样啊。你10月11号都不行，那就只能跟音乐剧见面。如果没有其他活动的话啦，对，应该，嗯，你不去公演，我也不想去看。上次也是第一部吗？上次是从最后一部，但是啊，好像是一 ，A B C D E 的一部是第一部，对。A 君说他博客来实习生，他没有这样讲吧？A 君今年不是买比较少吗？我有预购啊，8张已运送的哦，对哈，原本是几张券，是不是变成握手券？可是你是全部都问我吗？十月男的班目前剩一个周末，没有成员有工作的。嗯，我这次是上次的5倍，为什么？你说价格吗？啊，数量还是价格？雷军都不用跟我们合买就有打折了，很猛哎、欸。这次我们要合唱什么歌呢？你要决定哦，你要记得我们要用米老鼠啊！哈哈，我上次是这样跟你说的吗？我们要用米老鼠语可以讲话吗？我买完哦，瑞瑞，我买完手机，你以为我还有钱吗？嗯，因为可是你是雷军呢，有吧？合唱算是请成员表演吗？因为思雅，我又要重新分配我的券了。你原本以为没有，对不对？其实我也以为没有，就是看单子才发现，哎、欸，有思雅哎、欸。原来雷军没跟你说，当然是安德巴当斯。对啊，他明年才买，今年比较少。第一步太早了，我一样 pass， 我会把握你的券全部压在你的第二步。OK， 没问题。原来只有那8张是，这次卢卡一定是100%，确定吼？数量是上次的5倍，米老鼠还是陈志伟？这是陈志伟吧？这是 FCMC 的声音。弹趴树伤感情，我可以学的比卢卡更像，但是我觉得声音会抖抖抖哦，一定会的。我是米奇，好可怕。吵死了，卡妈不要密我。对，就是因为我受伤，所以卡妈现在款担心我。怎么看都有思雅吧？6单3首歌，有2首有他、欸。哦，是没错了。对了，有思雅那盘一定就有思雅。吓死旁边攻读生哦，对不起，攻读生。这次我卢卡的趴数也会很高哦，其实上次就很高了，我知道啊。上次虽然我有看到你跟其他成员握得很久，还单压，还单最后一个，我也很担心。跟他说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对，我受伤也不会让我妈知道，她也会一直问。卡妈开镜无限担心模式吗？对啊，因为我传给我的流血的照片，然后我要传给他看，的受伤的照片，对，伤口的照片啊，对对对，还好我都100%，强哥夸张了，谢谢安送我相遇，强哥都关不好扯，
結局5年の契約も終わるまで外の仕事自由にできないの？できると思うよ多分なんだろうね、多分握手会とか、どういう契約を会社とみやびちゃんがしたのか分からないけど、うん、多分握手会はもともと出るっていうあれだ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な。没有很久，可能是工作人员算错时间，我丢一张握了那么久。嗯，是吗？我没有，应该也是100%，是吗？我这次入卡帕数反而会降低一点，但还是填第三多的成员，放心。什么意思？等一下哦，什么意思？我该开心吗？高丽菜晚安，我就不说我几%了。我这次握入卡至少是上次的2倍了吧？真的吗？2倍其实蛮多的有意外的几率是多少？那20000不执着，怎么可以降低啊，没关系啊，这次真的价格比较贵嘛，当然是只算 TP 啊。好痛，我总数会比上次多，但握你的张数不变。我想握2倍，但我没钱。也是大家辛苦你们了，我也知道赚钱多辛苦。这是蛮大的机会，可以来台湾，欢迎欢迎！耶耶耶耶！今天猫猫在，猫猫在隔壁房间睡觉，还是要加上本家。这次没说有线上。对呀、啊，但是你们想一下哦，有可能会延期哦。如果三月也大爆发的话，对，也没有说有线上不能体验了。嗯，今天最好不要线上了，真的很麻烦。应该是很辛苦了，对，粉丝也要等得很辛苦，然后工作人员姐姐们也很辛苦，然后成员。也等得很辛苦，还是面对面比较好。应该明年疫情会好点吧？我们去年说一模一样的事情，结果一点都没有变好，真的有可能会延期，不要利息。欢迎香港朋友，所以小一会来莫鲁卡，会吧？对吧？明年过完又是一波疫情爆发期，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哎。线上还要找地方视讯，笑死。会出现很多二缺的，对啊，其实我也要想一下。这边つけてるかちゃん、そうこれ結構発色いい。あんまり普段つけない色だけど、そう私これ人にあげ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てさ、今あれだからあれだけど、あれだからあの肌白く見えるからあれだけど、実物で見たらやっぱりね、唇の色が結構紫っぽくてさ、ちょっと違うなって感じなんだよね。小一会来握卢卡的，对吧？对吧？一定要来握卢卡，卢卡是台湾名城。然后线上一张下班，对，上次就这样。我的你交代，喂，可以来就可能握个几张，好哦。小一如果有来，我推广你一张。我找到猫猫了，猫猫。台湾翻译。松本，卢卡有计划什么时候回日本吗？至少要明年啊！好可爱哟、喔，谢谢送我猫猫抱抱。谢谢。遅刻しま、遅刻ました。遅刻ました。ただいま、お帰り。発色いいやつなんだ、つやかに感じたからドキッてした。そう、これね、私は普段絶対使わないマックの口紅です。そう、発色はいいんだけど普段使う色じゃないからね。原来是在什么か我也在找碰甲礼物太多找很久吧。啊，对呀、啊，而且我好像没有设定活动礼物。啊，开始痛了。今天我打麻醉的时候啊，
欸，真的超痛！我第一次人生中第一次打麻醉，然后里面有超多水嘛，它超多液体，然后一打的时候我就直接尖叫啊！然后医生说没事的，深呼吸，然后我就，然后医生很淡定的说不用吸的那么快哦，慢慢的吸就好，然后就换个位，好像是换个角度然后再打。然后我发现他一换角度就开始很痛，对，反正就打了很多麻醉，很痛。什么活动要冲板吗？哦，不用不用，拔牙也没，我从来没有拔过牙齿啊。刚打进去就会止痛，有风针吗？有，而且不是一两针，是至少有七针。我没有仔细看，但是至少有七针，对。我明天还要去看医生，那时候再跟你们说，到底缝了多少。谢谢 Dex 送梦幻泡泡，麻醉一提注射那一瞬间痛爆，真的，我真的直接尖叫啊！好，再来是，那你牙齿真好，因为我智齿都没有长啊，然后蛀牙也。蛀牙也没有拔过，对。谢谢卡尼送我梦幻泡泡，你刚来。お怪我ですよ本当にさもうささのねもう床がすり減れあ床がもう床じゃないよ、ま、なんていうの。あ谢谢支持谢谢送我啊什么できた。谢谢谁谁谁送我这个活动礼物，我刚没看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可是我明天还是要去看医生。对，我也缝过针，换药也很痛。我觉得应该是空间不足。我，对，看一看我的牙齿就是好像很整体，就是没有可以长智齿的空间，上面也是，所以我这边才是兔牙。好紧，好牙齿说怎么这么紧？Sam 晚安，有卡脸太小，应该说下巴，应该是下巴太小，牙窗空间太小。对，然后我牙齿一颗也很大，超大，怎么这么大？我智齿蛀牙蛀掉了，要拔掉四颗才行。对，可能要拔一下。上面两只兔兔一样，牙齿没地方冒出头，对，所以就是连一点点都没有出现，所以反正我第一今天人生中第一次打麻醉，然后麻醉应该是麻醉吧，人生中第一次打麻醉，然后也第一次缝针，啊，缝针吗？对，缝针，对，缝针是。风筝是他狗。我小时候也是很小，后来调整就拔掉了。原来麻醉，我也好想去调整哦。出货又掉了两颗，我三岁的时候就体验了。吉泽亮明就会登场。嗨，我应该不会看，虽然我觉得吉泽亮蛮帅的。我是在走廊跌倒，哎呀！谢谢一凡送我行李箱，如果需要，我超级需要的，好不好？谢谢一凡送梦幻泡泡。就是吃饭的时候，我有感觉到牙齿跟牙齿没有碰到，对，因为我的门牙真的有点太大颗，就是已经超过下面的牙齿，你应该没试过抽啊？没有没有，那超痛，听说超痛，不是十多岁在做的吗？长大的人也可以啊。我们家就我妈让我妹做，但是她没有让我做。调整大概要10万台币，现在可能涨到12万。对，可是十万是最便宜的，也是银色的，一颗一颗的。对，现在偶像都是做那个透明，可是透明的更贵。20几万的样子，现在调整不会像以前那样戴钢牙，可以戴，
只是，为什么让卡妹做人？因为卡妹的龅牙比我还要严重。然后那时候牙科帮我们看，他觉得我的还好，对。然后，但是我妹的就他说，我妹的很严重，对。我妹严重到没办法嘴巴闭起来。谢谢送我猫咪热恋，隐形牙套贵爆，对呀、啊，透明不便宜哦，超贵，超级贵。而且在日本做应该会更贵。现在的那种牙齿背面，对，牙齿背面的话比透明便宜，但是还比一颗一颗的还要贵。牙齿还可以减肥，听说这边可以瘦一点，但我觉得还是要看人。谢谢送我贵宾狗，因为吃不下吗？应该不是，就是长相不好看，因为你会吃不下东西，咬东西太痛。反正我爸妈觉得，我妈觉得牙科医生都这样说，那不用让刘家做这个，好吵啊！吵死了！要找好一点的医生规则。谢谢送我北极熊，谢谢北极熊送我抽抽泥。不是，就外面的车子就一直砰砰砰，真的好，真的很吵。你要骂台语脏话才有用。陆凯今天比较说，没办法，都这样了，很痛哎。日本語で切れて出られた。你妈日文他也听不懂。其实我也没有开窗户啊，就只是看外面一下，到底怎么这么吵，心痛。心疼，心疼。如果要借那一两重机拍个声写吗？不要。这也就是家里没人的如果啊，对对对，家里没人。可是刚刚真的有点吵。我现在住也在闹区附近。晚上车流多，真的很吵，辛苦了。夏娜，你要泼水下去，放飞自我的路卡。对，我以为你会讲，我脚碰脚打你。反正骂完他们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在骂。对呀、啊，泼水下去可能害人滑倒。现在有些人会把车用很大声，不知可不可以叫警察？如果真的夸张。我也不知道哎、欸，真的太夸张，应该是不行了，不然只有我滑倒啊，不能只有我滑倒，笑死！这样其实有点危险，遇到疯子就超高，真的。我附近的人都常常滑倒，不知道为什么。我大事に安静にしてね、もちろんです。だからしばらくは踊れないなって感じ。いやでも本当怖かったわ。警察到的人已经走了。そう、縫ってる時マジで怖くてさ。最初こうやって、はい、寝転がってくださいねって言われて寝転がって、なんか消毒させられて布かぶせられて、なんかずっと縫ってるんだけど、すごい見たいのね。見たいけど怖くて見れなくて、でなんかでもやっぱり見たいって感じでちょっとね頭をこうやって浮かしてたらさ。お医者さんにね、ちゃんと寝なさいって怒られた。我最近也在医院滑倒，一定是犯罪偶像。我昨天差点在浴室滑倒，吓死我。大家真的小心一点，对，不能跌倒。年纪大了要小心哦。好奇心が勝っちゃったばな、それね。そう。でも縫ってるとこ怖くて見えなかった。なんか随分と長いなと思ってね。さ、途中でなんか麻酔効いてない部分に針刺してめちゃめちゃ痛か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とかすごい考えて、でも なんか無事にちゃんと縫ってもらった、ね、すごい おじいちゃんみたいな人でさ、お医者さんが。で今というかその時に、なんでここ来たんですかって言われて、
前にお母さんが猫に噛まれた時があって、あ、そう、猫にマジガミされた時があって、でその時に動物病院にいたからさ、洗い流せなかったんだって。そう、一応消毒液してもらやったんだけど、もうだんだんうんじゃってパンパンになって、でだから、なんかこの辺で今やってる外科ないってなって、でそこのお医者さん、そこの病院っていうのかな、そこのクリニックの存在を知って、そうで、お母さんもそこでやっ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って。そう、パンパンにガーゼ詰められたらしいよでも怖いなぁ、あとあんま残んなきゃいいな。你跌倒的是什么地板吗？哪一种地板呢？我不知道，很像石头的那种地板，但不是滑滑的，就是有凸凸的。大家在讲什么呢？明帝晚安。今天超喜欢卢卡耶。对，然后医生问我，你为什么来这间诊所？然后我就说，因为之前我妈被 Coco 酱咬的时候。然后因为 Coco 讲咬的真的太深了，后来我妈的手整个肿起来，对，所以她找一下家里附近有什么诊所呢？对，然后我妈就推荐那边，对。然后因为我们家搬家了之后，就是有点之后到那个诊所有点远，对。但是我就搭了计程车过去对，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边比较好，听起来像什么反弹的感觉。原来诊所也问，然后我问，对啊，搭计程车，因为真的有点远，而且脚也很痛，要爆炸吗？不行。然后我问医生说，之前有没有一个日本？之前有没有一个人？你有印象有一个日本人，然后日本妈妈叫得很惨吗？他说没有印象。财富自由的卢卡，没有，对呀、啊。没印象就好，对。可能不同医生哦，也有可能啦，对啦，可能叫得还不够惨。要问有没有日本人用日文在吵架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陪我妈一起去，结果卡听到走心，不然卡妈马上飞过来因为连我都叫了，因为打麻醉的时候真的很痛没印象就好印象。如果这次有打破伤风哦，对，医生有问我，你可能，他说我可能还是要打，对，但是我记得我四年前有打，对，然后医生说，那就不用吧。对，他说看我伤口也好像没有那么沾沾的感觉，而且我当时穿了长裙，对，我的伤口没有直接破到，直接没有碰到地板，对，所以他说应该还好，但还是要看自己的症状啊，对。哎，那个破伤风的打针，我真的。超级讨厌，很痛，打完一个礼拜都不能举手，都会卡卡的。我打麻醉是小时候完全没有印象。你骨折的时候没有打吗？四年前是骑脚踏车跌倒，那是对，没错，应该是四年前吧。我大四实习的时候，对，裙子没有破掉，可是有血蓝色的裙子变成红红的，破伤风超级痛，真的，我真的再也不想打。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上次四年前也只有打一次，听说要打三次才有效，跟疫苗同等级，比疫苗还要痛，不是同等级，完全不一样。骨折没动手术，没打麻醉，但前几天超痛，这样你洗澡不就要塑胶袋把伤口？哦，对，我可能要先洗完头，然后再洗身体。我在想要怎么洗。打疫苗没什么感觉，注意一下近期有没有发烧，没问题。上次是 B，
没有，我自己尝，好像要打一天，然后三个月后再打一次，然后半年后再打一次，这样好像才是真正的。嗯，我不知道台湾的啦，对，日本破伤风好像是，嗯，我在网络上查是这样的，可以买透明的人工皮贴洗澡，还好卢卡都不洗，没事，不行啦，今天要洗，卢卡借口不洗澡，我都是用保鲜膜，药局就是那种大片的，哦，好。以前打雷球，也是常膝盖附近擦伤。嗯，日に想像になってく。あ、でもさ、今ラップクレラップしかないんだよね。サランラップだったか。高いんだよサランラップ。私の足に使いたくない。なんか安いさ、安いなんか、もう本当にペラペラなラップでいいから買いに行こうかな。でも今外あんま歩きたくないんだよね。我刚以为要说打雷军，三 M 的防水 OK 绷不错用。不，如果只是这几天拿湿毛巾擦身体就好，不然就要一提 OK 绷。哇，那个超痛，不行。ビニール袋ときつめのゴムで上下止めたらいいんじゃない？もう最終的にはそれだよね、きっと。うん。ラップも水入っちゃうし、ビニール袋も多分入っちゃうから。まあ、なんとかします。一条毛棒比麻醉还要痛。很好用欸。是哦。我是没有很喜欢。唉，反正这几天真的很倒霉。一提 OK 绷，痛起来很刺激。小伤口我都抹那个。阿奇晚安，超赞。爱心巴拉斯的下一个汤姆克罗，所以爱心不爱心不できないからね。这几天还有别的倒霉事吗？算是有吧，但我不说。可能你最近太累，最近手指很常破皮，涂那个很舒服。あ、ネイルがまた落ちてる。何度塗り直してもさ、爪の先だけ落ちちゃう。这么神秘啊！卢卡要拜拜一下哦。对，可是听说拜拜前呢，好像要先了解一下要拜拜，要去的那个地方的神的名字，好像比较好。不然听说，就是拜拜的人，我都不知道神的名字，还说拜托拜托，我想要让我好运什么的。神好像神会觉得，就是他都不知道我名字，要跟我许愿什么呢？这样的感觉，对。所以还是要先好好理解一下。发票我还没看呢。我倒霉事是上礼拜，睡过头。对啊，先用完之后就好运了。对，好运来，庙里面都会写，可是我看不懂，庙里面的中文我都看不懂哎。你可能要去台北转运站晃一晃，可以转运。神的名字会写在庙上面呢，至少你要许愿也要是那位神明负责的部分。不然就是去行天宫，有义工和阿姨带你参观。不行，行天宫人太多了。我最近也想拜，不然，不过也好奇要拜什么。中乐透，龙山寺也可以。不过最近新闻，喜欢摸路上的猫咪吗？喜欢。我去拜拜都跟他说，虽然我跟你不熟，不过还是希望你帮忙一下。我最近运气好像有变好一点。真的吗？这么好，可以问庙里的阿姨之类的，不然可以找廖丽芳，她应该讲得蛮清楚。晚安的晚安，就近处理吧。市政府站转运站先试试看看。平日的行天工人会比较少。好，
ね、出かけないで家でおとなしくしてた方が今はいいと思う。私もちょっと良くなってから行くわ。我感觉我的运气没有好过，已经放弃了，没事了。听说这样想运气会越来越变不好，所以不能这样想。你要想，我的运气一直都很好。要保持乐观，对。虽然我最近也发生一堆倒霉事，对，但是不能这样想，要乐观乐观。我的运气都用在遇见你了，但我最近已经下播了。怎么会呢？我只知道我把所有的运气都用在遇到卢卡这件事。我要保持乐观，但运气还不好。我的运气一直都很好，想着想着就哭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运气要怎么改运呢？哦，听说打扫有用。对，我的房间超乱，难怪，难怪。拜拜诚意有到就好，他们不会那么计较。你现在先把坏运气用完，之后都只剩下好事。いいことがきっと今順番にしてるから、もう少しの辛抱だ。そうね。阿北晚安，新年过后要免费收集。家里要保持整洁，整洁，順番待ち。我要好运一点，这样才能分你。我都没打扫，难怪。我最近工作运也不太好，没关系，我的电脑桌也超乱，难怪。哎，我们明天一起打扫好不好？虽然我有培训，我回到家就赶快打扫，真的太可怕了，因为家人没人管。东西就越来越多。我宿舍都维持得很干净，干净很重要，就从每天洗澡开始。听说重点是地板，地板干净了就会比较顺。哦，原来。明天我没空，都不在台北，还要一起打扫，所以你都在高雄吗？电脑桌你看了大概会吓到的那种了。应该不会。因为我的电脑桌也很乱，你们看不到的这边，你们要看吗？很可怕哦！你们只看到这边嘛，这一边跟这边有点乱。明天要去南部，雷军要去高雄了。我2个月全买吸什么气？还好要。想要好好整理，但到货之后一直没打开。我们家的收集机都是用旧的，好像已经快要30年的那种。我都乱装有序，怎么办呢？不要，还是不要给你们看，不行，太烂了，不是太烂，太乱了。有比我房间乱吗？有可能哦。看完后会让你对扣一些分吗？哦，对，那就不要了。那就不给你们看了。有比我房间乱吗？有可能，不可能比我房间乱。好啦，都是乱乱的啦，大家都是乱乱的。不可能，不可能，不行，太难，每次听错了。你在我心中的分数是不可能扣完的，我其实都会定时整理，很棒啊！我都是想要的时候整理，我厕所很整洁，不行太难，乱乱的我只会加分。我去宿舍住，人家说我的桌子怎么那么干净，很棒哎！我房间太难了，太乱了。谢谢 YU 的相遇，好吧，那今天直播可能就到这里了。我记得我上次播2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哎呀，我的电脑在哪里呢？我这边。啊，谢谢！我刚没看到，谢谢陆客的香槟。Thank you，谢谢上来的臭臭你，辛苦了，辛苦了。我刚才来，这是什么酷酷的特效？
Level 8的香槟，没想到你也有，すごい、私もびっくりした。我有看到了，我有看到，我收集很久哎，是吗？卢卡好好养伤，是那个是可以收集的东西哦，大寮才有的香槟，后面换药真的要，对，我明天可能早上或是中午可能就要去了。我今天要早点休息了，明天四点就要出门上班，四点辛苦了。我以为是哭酱专属哦，对啊，哎，哭酱今天有来吗？我好像没有看到哎。哎，今天是礼拜五吗？谢谢 Plus 的科技。哎，有吗？辛苦了，祝你早点好哦。可能是坐在高铁。卢卡最近注意啊，他今天是不是在坏坏？好吧。S S， 哎，我有看到 S S 了 ，OK。柯佳在上班吧？还是今天有什么活动吗？不然就是夜班。抱歉，我不小心抓到。好了 ，S S 怎么在 ？S S 刚刚不在啊，对啊。第一个找 S S。可是 CC 最近很容易不在，但没关系。幸福晚安，我在睡觉，我好累，辛苦了。想到坏宝宝就是 CC， 对呀。CC 刚刚留言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对，跟我一样。地下讯号不好了，不要怪他。好啦，什么？为什么很累？我就不要问他了。想到乖宝宝就是我。怎么在地下室呢？不要知道比较好哦。最近都没活动，家人都在睡。今天是礼拜几啊？礼拜五哦。哦，那可能真的一堆人跑去。嗯，哎呀，算了算了啦。今天礼拜五 ，OK。好吧，很多活动的哦。地下活动参加太多的关系。哪里可以集乖宝宝点数呢？没有啊，在这边呢。大家都跑去坐高铁了，好哦。哎呀，可惜今天我早点关播。六日很多，对，大家下次见哦。我跑去找找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其实也很想去看他们表演哎。没想到粉丝比我还要早去看了。高铁明天坐就好了吧？我好像都要待在家。谢谢千羽的戳戳你。对，在家乖乖待在家也可以啦，好好保存一下自己的体力。对，那个超好笑，有机会真的要看一下哦。好，一定会的，一定会。谢谢，谢谢你推荐我。我越来越期待了。我明天要是没办法去现场了，我嗯，不过你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吃力，嗯，有可能，对，没关系，我可以享受他们的唱歌跳舞。那边很，那还有很多场吗？听说有，赵薇不知道是什么是甜甜圈手势，还是没哭啊？我也是看完小小的六婆，感觉很值得去看。到10月16号，没问题。好，我要念榜了。今天的第10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9名是 Leg， 谢谢 Leg。第8名是 Plus， 谢谢 Plus。第7名是一凡，谢谢一凡。第6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5名是盛源，谢谢盛源。第4名是北极熊，谢谢北极熊。第3名是祥玉，谢谢祥玉。第2名是陆克，谢谢陆克。然后第1名是机器人，强哥，强哥为什么要放机器人呢？我还是不懂。不过擅长可以找演员合照哦。对，一般音乐剧好像都是这样。我也一定会跟演员还有Hajime君拍照。哎，笑笑有跟演员去拍照吗？还是你去的刚好那时候不是演员？那你有发现我是小翔？哦，真的耶。谢谢卢卡，拜拜。谢幕可以拍照，可以啦，你们去了就可以拍了。哎呀，
期待哦。拜拜拜拜拜拜，卢卡辛苦了，好，谢谢大家。有啊，我跟女演员都有，都用自拍，了解。哎，那你跟哈西梅坤拍都怎么拍呀、啊？你一个人去的吗？卢卡早点休息，没问题的。对，我今天真的有点累，啊，脚也很痛，很酸，心也很痛。我比较想拍有你的场次。卢卡晚安 ，Aiko 爱你，恰恰哥阿里嘎多，祝你早日康复，辛苦糖，辛苦卢卡，谢谢 Chris。我请别人帮忙拍，想拍甜甜圈但失败。没事啦，爱心，我也很爱心。卡丘今天真的很累，晚安，你爱你爱你，我心也很痛。沈月晚安，小小晚安，早点休息，好好照顾伤口，没问题。谢谢陆克，早日康复，你也是，早点休息。晚安，我爱你，我爱你，晚安。BC 晚安，小玉晚安，好久不见。关羽晚安，养伤加油，谢谢。一凡晚安，还有个 Nolimasu Yoni， ありがとう，我的罐头。好，浩一晚安，浩一完了，博成晚安，博翰晚安，拜拜，卡丘拜拜，晚安，九蛋晚安，谢，浩一完了，博成晚安，博翰晚安，拜拜，卡丘拜拜，晚安。浩一完了。博成晚安，博翰晚安，拜拜，卡丘拜拜，晚安。好，你完了。博成晚安，博翰晚安，拜拜，卡丘拜拜，晚安。